嘿、hey, 大家好，我先面来叫 emo 或 emo。 那今天呢来看一下台版1月联盟战四五阶段的翼王偷懒刀表。那四五阶段是一样的啦，只是五阶段血量比较多而已。那在右上角这个地方呢，我会标示它在四阶段的血量，也就是超过这一个血量的刀呢，就在四阶段是可以做到一刀的。好，那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秋乃刀的部分、那秋乃刀呢其实有另外一个阵容，偷懒就可以打到接近3000万，可是那一个阵容我怎么测就是没有办法成功，秋乃就是会 不时的倒掉这样子。那有可能是我的练度没办法，那有可能是没有办法打这么偷懒，可能要再去抢开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呢要去记两三只角色的抢开，你就不如做整刀手动刀啦。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可以打出更好的伤害的话呢，那就可以去翻一下翼王的手动刀啦。那我在这边呢就是提供比较偷懒的打法，就是真布的这一刀。那比较好的伤害的那一刀就是真布换成公主可可罗啦，那你也可以自己试试看，反正就是最上面这刀真布换成公主可可罗，然后呢去抢开部分的秋乃，然后让秋乃不会倒，那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那一刀运作大概就是这样，那这样就可以打到2500甚至3000万的伤害，如果你的秋乃不会倒。那我自己的秋乃呢是全部都穿满的，就是强化满穿满，然后专武也是满的，就全满的这样的秋乃。那我自己是测不出一个所以然啦，可能之后找时间再想办法试试看。那总之呢我在这边提出的就是这个成功率相对比较高的，多了一个真布，那真布的单补会有加血量嘛，会有补血，然后会有加物防，所以呢相对来说稳定度会高非常的多。那这刀最大的重点还是在于秋乃本身的练度啦，所以如果你的秋乃的练度跟我一样的话，那最上面这一刀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它就是一直连点秋乃就可以了。那这一刀翼王的这个手动刀，我看到最理想的手动刀好像可以打6000-7000万的伤害啦，那整个伤害量算是还碾这个偷懒刀，可是那个可以打这么高伤害的刀，就是你真布的练度也要卡，然后你这个秋乃的练度也要卡，而且秋乃练度非常非常麻烦哦，就是太卡也不行，然后太不卡就是生太多也不行，然后整个就是弄得非常的麻烦。那我自己的联盟里面的人就是有两个人，他们光这三天就光测那一刀就搞到焦头烂额，所以呢对于比较休闲的玩家的话，那一刀还是看人家表演就好啦。那如果说你是比较专职手动刀的玩家的话呢，那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干嘛，这边就是分享偷懒刀而已。好，那再来呢是这个第二刀万圣仿膝的部分。那万圣仿膝的这一刀呢，它全 auto 是还蛮舒服的，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在于说，万圣仿膝的回避是高达70几的，是比 boss 的命中率还要再更高的，所以呢万圣仿膝有可能被 boss 打 miss。 那如果被 boss 打 miss 的话呢，那 UB 就会晚，那 UB 晚了呢，万圣仿膝的 UB 会降低 boss 的物理攻击力啦。那这一刀的核心逻辑就是说，万圣仿膝去降低 boss 的攻击力，然后让 boss 的 UB 喷下来几乎没有伤害，然后这样子的方式去保基塔，然后让基塔加这个泳装小旺的阵容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完美完善的输出能力，是一个这样子的搭配逻辑。那也是可以打到2000出头万，成功的话伤害是还不错的。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 miss 的部分啊，如果说万圣仿膝被打 miss， 那它 UB 晚了，那 boss 的 UB 下来基塔就会直接被秒杀，那这个是这一刀比较棘手的部分。所以说如果你为了这一刀然后想要升这个万圣仿膝的话呢，那要注意看一下万圣仿膝的回避的部分。就最理想的万圣仿膝的练度是他不会被 boss 打死，但是呢他的回避要尽量低哦，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有加回避的装备就尽量不要穿，然后升到有 rank bonus 的这个练度就 OK 了。那我也有试过就是用四星啊，用三星啊，但是我觉得测起来差不多啦，就是如果说他被敲个一两下 miss 的话，那个三星五星就没有差别，就都开不出来。那你要保险一点的话，也可以去抢开万圣仿膝试试看，但抢开万圣仿膝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万圣仿膝的小招对他自己本身的生存能力啊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所以如果说你是断到小招的话，有可能导致万圣仿膝就是反而死掉这样子。那这个是这道还蛮麻烦的地方在于万圣仿膝 miss 的部分。那如果说你没有练万圣仿膝，然后你有这个角色，然后你为了打这一刀把万圣仿膝升起来的话，那三星装备穿多一点就是扛得住的，然后你就尽量让回避稍微低一点就 OK 了。好，那如果说你的万圣仿膝是升满的话呢，那这刀就没有这么
推荐啦，因为回避率真的是稍微有一点高，我测起来大概有六七成的几率会被打 miss， 然后就基塔就会死掉这样子，所以要自己再跑跑看这一刀。那再来下面的话呢，这几刀就是相对比较稳定，然后伤害也比较丑的刀啦，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如果说你的联盟里面一网卡了，没有人要打的话呢，那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一些比较烂一点的刀啊。那毕竟说到了这个五阶段的时候，血量还是比较多的，那会出这个秋楠手动刀的人，我相信在大部分的休闲玩家来说，应该是比较少一点的啦，就你还是会要用这些烂刀去把翼王收掉，好不好？好，那翼王的部分就到这个地方哦。那再来实战的展示会放在影片的后面的地方呢。如果说你打起来觉得好像怪怪的，然后好像跟我标示的不太一样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后面实战的部分啊。那伤害的部分呢，就只是大概标示一下而已啦，那没有测非常非常多场去测出一个平均的伤害，大家就是做个参考就 OK 了。みんなで表に出せ。